看看第二个四次回，0:26:9:5，是不是单单单单单单的是一样？那第三个四次回呢，有三回是完全没有植物的，是零种的。然后大部分四次回里面有36回是植物很少，然后呢10回以上这个比较多的只有一回，那20种以上植物是0回。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分配的 pattern 啊，或者看这个植物的这个出现，我们可以告诉你说，前40回的作者跟后40回作者是应该是不同一个作者，除非他证明说他有发生车祸，他的脑筋有摔坏过，或者他应该是两个作者啊。OK， 我留一些时间，我一直看表啊，还有20分钟的时间，哦，还有12分钟的时间啊。对不起啊，我就简简单单报告这个地方，就我看看如果各位同学有问题，我很乐意回答。谢谢。不过大家在思考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我们学植物的人啊，然后呢，发现就是说文学里面的这些，在进入文学里面再去探讨这些植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你会发现那种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你会突然脑筋一闪啊。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有对文学有兴趣，或者是在座已经是念植物学或者念。你再回来文学再探讨一下。当然我常常告诉你看，我这一生最大的抱憾是我没有念文学，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不过是这样，就是说也许有一天说不定我就再去重考，就念为了念文学院去念，说不定，因为我要感觉那种不同的气氛，你就讲半天没有用嘛。那我们都是以这种植物学的观点去探讨文学，好像不太好像比较残忍，而且觉得好像有时候是格格不入，我的感觉是这样。我想请问，就是你在统计这些植物的数据的时候，用的是什么方式？因为如果是真的去就我的爬树的话，应该是要花更少的时间。我告诉各位啊，我每次出差到火车上、飞机上，我一定都带着书，你知道吗？那飞机在船上，你没办法去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爬出来，没错啊。所以我本来有告诉我们这个中心主任啊，我说我要写一本书，写字典。我说我如果没有把台湾对把现有的40把它念完70-80%啊，我不敢写，知道吗？为什么？唐诗现存53,000，很容易。宋诗呢24万首，72本，也相对容易。原诗呢，现在还没有全，估计大概13万首。13万首呢，我没有办法拿那么多，因为现在还没有全集出来嘛。我大概7万多首，接近8万首。然后名诗呢，我大概准备了大概20万首。然后宋那个清诗呢，清诗更多。清诗现在因为它离现在比较近，所以它保存的有人估计是100万到400万，知道吗？我当然没办法看那么多了。所以清诗的话，我是30万。所以这样几个时候，因为都是我是用每50年这样去选最代表性的啊，那也必须像这些作者，我有时候我就必须去做选拔，尤其是清代的啊，因为太多了，所以一定要一步一步，不然这个统计数字没办法出来。这是最笨的方法。那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直接从电脑网络上？网络上也是一个方法，但是呢？各位注意一下，这个古典文学里面有草字头的是植物，有竹字头可能也是植物，有木字旁的可能也是植物，但是更多的植物是跟植物无关，跟植物的名称意象无关的，比如说鸭掌，诗词里面常常讲鸭掌，鸭的讲，鸭掌是银杏，那些比如说黄土，黄色的苔土，黄土是一种山药，你如果说不知道的话，你根本就不知道说。这些东西呢，跟植物名称没有关系，那还是没有办法统计。所以我认为说，最老实、最好的方法，还是一步一步念出来。我是很认真说，我今天念了几十年了，我念得好辛苦，念到我到现在为止，我有时候看，有时候念了我都不想看它，我都书都把它丢在一边，表示很烦，你知道吗？不过有时候还是要做。还是你看，我大概几乎花在这种功夫大概快20年。
也许只是，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读的真的是植物学啊。其实常常晚上就会去偷看小说，然后呢，就会想说，那时候就会尝试开始，就会去说文这个古典文学里面提到的植物是什么？那时候尝试着想要去把它 match 啊。那当然，那是当中一种课余的兴趣。那为什么会把它变成书呢？说起来是不是你刚才讲的对了？然后我不是在台北，我原来在台北植物园上班嘛。我在台北植物园，我就开了一个区域叫诗境植物区嘛。因为我的定位是说，植物园本来就是给大众看的嘛，你又不是给植物系的人、生理系的人去看，是不是？你这一定要是大众的口味的，对吧？就设置一个诗境植物区。那设置的目的也是本来也只是说，哎呀，让大家研究而已、啊。没想到那个猫头鹰出版社的主编就跑去找我了。他潘老师，我们把这个东西把它变成书的，解得怎么样？就这样出来，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动力，然后就出来一本以后就好像压力就一直下来这样。刚开始是真的是为了兴趣，只是为了自己研究，说哎呀，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诗经》讲的是什么啊，我知道古诗讲的是什么，只是刻意饭后跟人家炫耀而已啊。然后没我后来发现就是说。真的把它变成你自己研究也好，跟你把它写成书，那是两种不同的。你写成书，你要负责任。所以我在写《诗经》的时候，有一个植物，我不知道它是什么。我到台大图书馆，到所有图书馆我都去找。我为了植物名字，我搞了六天六夜啊。然后就因为你这个写出来的东西一定要真嘛，你要起码要毕竟真啊，所以你不能说哎，我知道就好了。所以有时候对研究也是一回事哈，有时候把它写出来，真的是要有一个动力。完全是确实是那个谢英谢小姐，她我有写出来，是她逼出来的。我们这边有文学院学生吗？举手一下。文学学是少数哎，请放下。我在文化大学开了一个课叫文学与植物，植物与文学，大概有一半以上是非本科，跟现在的情况是一样的。然后我硬要到那个我们捷运局去演讲，因为捷运局那个处长是我的同学，然后我每次出一本书，他就要我去讲。我看那个大概四五百个黑压压的观众哦。通通是写工程的，你发现他们不是被逼来的，然后听得很有味道，然后他们发现的问题也是非常有深度。我的感觉就是说，有喜欢文学，喜欢植物学，哎，不是你们文学院，也不是我们写植物学的特权了。我发现写工程的那些大男生们呢，哎呀，那真的是，你会发现他们真的很有那种文学的感觉，那文学的味道。加油，加油！所以我想，文学应该开这样的课程，工程与文学，是不是？然后有一次到那个长庚医学院去演讲，对整个医学院演讲。那我在想说，因为我看过我研究过杜甫跟白居易，我想有一天会不会这样子？因为一个人哈、快乐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或者的时候，或者生病的时候，你写的文章的字词应该不一样。你用的字应该会很不同，而且因为有白居易，他有年谱，是吧？他有那个，他有年谱这样下来，他写的什么，他什么时候写的诗都有年谱下来。因为白居易是一辈子多病，就是牙痛啊，就是脚痛，知道吗？好了，我从那个诗词看一看说，哎呀，白居易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是牙痛，叫做诗词诊断型，知道吗？啊，这个白居易在写这首诗跟这首诗的时候是脚风湿。可以不可以？我认为这不是梦想哎，说不定在座各位如果有一天，我当然没有时间去做这个东西啊，要做的东西太多。你想啊，这个诗词或者文字诊断学可能不可能，我认为是可能啊。所以那个哪一天有人提出一个文章说，哎呀，这个谁，苏东坡写这首诗的时候，刚好这个挫伤了，叫做这个文字诊断学可能不可能，我怎么可能？我只是苦练 A 的这些 idea 给各位啊。因为你叫我写，叫我做，我就没办法。你太那个太高深了。虽然我自己想到，真的想到去做。我那个，你看我在我们台湾出版的所有的古代作家的年谱我都有，
大概有没有都有。其实我原来是要做这个事的，就对着你脸谱，你做什么事，他什么时候生什么病啊，可以找出一个蛛丝马迹来啊。哎，说不定各位啊，当做一种业余的兴趣，说不定不错啊。大家共勉之。老师你好，就是想问说，因为对植物有兴趣，那比如说我们平常要从植物学习入门的话，可以从哪些方式着手？谢谢。这个问题有没有问过 N 遍哈？其实学植物学很讨厌的地方就是你非得下苦功不可哈，你非得去东跑右外跑，你看书看图鉴，这个当然是一个方式。然后比较更便捷的方式，你去修课，修一年，但是我认为一年还是不够的，你一年以后你有这个基础了哈，然后再去认，我认为会你有兴趣就会很快。我一次在应邀到那个我那个什么那个深圳的那个什么植物园去演讲，我讲完以后，你知道吗？下课以后好多同学跟我讲说。老师，听你的演讲以后，我知道我要干什么，我听好高兴，知道吗？他知道说，有的是写文学，有的写植物，他不晓得他要干什么。后来发现，其实我认为说，其实不管是植物学呀，其实很多种科学一样，我认为还有很多领域要带我们去解决的，应该有。所以你有这个兴趣去学植物学，到植物园去，多到植物园去，他去几趟，大概可以。第一步先台大的校友的植物先认得嘛，应该没问题。你不是念生理学，不是念植物学的吗？不是植物相关科学的吗？啊，不是，那就用这个方法，先把台大校园的植物先念会。不过我是建议这样啊，你只要去背那个植物，你认这个植物，我觉得将心比心。我认为要去应记它是不太容易。但是呢，如果说有一棵树或者一种植物，孔子曾经在底下打瞌睡。或者这棵树呢，总果实掉下来，曾经让一个人花盆忘了原地，那个植物你会不会记得？啊，所以如果说能够把这个植物跟古典文学或者历史故事把它放在一起，啊，或者诗词里面哪里有提到，或者我们华盛顿曾经，很可惜，华盛顿砍的那个樱桃现在已经不见了，或者我们就把它嫁接回来，然后在植物园，哇，你就知道那是樱桃，那是跟华盛顿有关。如果说跟这个文化跟历史有关的这些植物，我认为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我随便讲一个，我们台湾有所谓的抗日英雄，那马纳鲁大是吧？他后来当然马纳鲁大有个英雄纪念碑的地方，哦，当然会去敬仰他。哦，抗日英雄多伟大！一去看傻眼，知道吗？抗日英雄纪念碑底下种的，你把它定义是，他是不是抗日我不管了，但是你把它定位为抗日英雄。那底下种的植物呢，通通是日本平民族，那就不对，知道吗？然后呢，当然我如果说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知道啊，这个马纳鲁大，他日本人攻围攻他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被抓了一定，他肯定是没有，就他一定打不赢日本人嘛。最后他是不是吞药自杀？是不是？他吞什么药？他马上的果实很毒，很毒。那种植物呢，从两百公尺一直到2000公尺都有。啊，你如果说你这个植物呢，跟历史人物有关，跟廖天定有关，跟谁有关，我说你很容易记起来，包括你在解说的时候，我想办法说，你有办法就把这个台大校园里面的植物跟历史跟文学故事把它连在一起，你去变植物学家了，试试看，因为还没有人做这种事情。